给猫猫买的快递到了，然后之前已经到了一个，这是第二包分在两家买的，然后现在要去拿。等到我把那个买东西然后发给那个小姐姐看，然后就可以去领猫啦。 So happy。回去拆箱，拆箱。现在买的那个东西到了，来拆。可以。这是什么花？有人知道吗？忍不住逗留了一下，好好看，各种颜色的，紫色的最美。嘻嘻。到小姐姐的家门口啦，但是她需要刷卡才能进，我在等小姐姐接我进去。从小姐姐那里拿到猫了，她现在还有点怕胖，赶快把她给带回去吧。抱出来吧，它在咕噜咕噜响。到新地方还是有点怕。嗯，嗯，抱出来。嗯，好软呀、啊，连猫骨头都软的，别想藏条。行行啊，自己逛吧。又钻里面去了，哇塞，真的好合适啊！以后我在这玩手工，他在这边陪我，好合适啊！这个地方，希望不会咬我那么多线。再高一点就好了，高一点就好。没关系，它比较软。就热了吗？让他先熟悉熟悉地方吧。上面咕噜咕噜的叫。刚到一个新地方，肯定不熟悉。我要去给他准备东西。